三相异步电动机的工作原理。旋转磁场的产生。图410为三相异步电动机定子绕组结构示意图。在定子空间各相差 T20 电角度的置上布置有三相。绕组 UU2, VP2, WW2, 三相绕组皆呈心形连结。像定子三相绕组中分别通人三相交流电话 ,I,I, 各相电流将在定子绕组中分别产生相应的磁场。如图4-1所示，对该图做如下分析。172 U, U, W, U2, A2 即时结构， B 影即时结构。图14-10定子三相绕组结构示意图。 12 U, Earth V, W2, W, V星, U2, U2, U2K, W, U2, WGQSO, W等于方, WGQST, WGQSO, E, R, 3, 4, 5, B, 图4-1两极定子绕组的旋转磁场。 A 三相对称电流波形图。 B 两极绕组的旋转磁场。 E what 等于零瞬间。 I 等于零，故 U U 绕组中无电流。 I 为负，假定电流从绕组末端 V 流人从手端 V 流出。 I 为正，由电流从绕组手端 W 流人从末端 W 流出。绕组中电流产生的合成磁场如图4-11 B 重义所示。 R water 瞬间， I 位正，电流从手端 U 流人从末端 U2 流出。 I 位负，电流仍从末端 V 流人从手端 V 流出。 I 位负，电流从末端 W 流人从手端 W 流出。绕组中电流产生的合成磁场如图4-11 B 重二所示，可见合成磁场顺时针转过了90度。 3 what 等于 n 派，六拍二拍不同瞬间。三相交流电在三相定子绕组中产生的合成磁场分别如图4-11 B 中3 4 S 所示。观察这些图中合成磁场的分布规律，可见合成磁场的方向按顺时针方向旋转，并旋转了一周。由此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在三相异步电动机定子上布置结构完全相同。四，空间各相差120度电角度的三相定子绕组，当分别向三相定子绕组通人三相交流电时，则在定子、转子与空气圆中产生一个沿定子内圆旋转的磁场，该磁场称为旋转磁场。二，旋转磁场的旋转方向，旋转磁场的旋转方向决定于 I 通人定子绕组中的三相交流电源的相续。只要任意调换电动机两相绕组所接交流电源的相续，龙转旋转磁场即反转转。这个结论很重要，因为后面我们将要分析到三相异步电动机的旋转方向与旋转磁场的转向 G 制，因此要改变电动机的转向，只要改变旋转磁场的转向即可。三，旋转磁场的旋转速度，一到二 P 等于二。以上讨论的是两极三相异步电动机，即二 P 等于二定子绕组产生的旋转磁场。由分析可见，当三相交流电变化一周后，即每相经过360度电角度，其所产生的旋转磁场也正好旋转一周，故在两极电动机中，旋转磁场的转速等于三相交流电的变化速度，即 eta 等于60 F equals 3000 revolutions per minute。二，当二 P 等于四，即对四极三相异步电动机而言，采用与前面相似的分析方法，具体步骤从略，可以得到如下结论，即当三相交流电变化一周时，四极电极的合成磁场只旋转了半圈，即转过180度机械角度，故在四极电机中旋转磁场的转速等于三相交流电变化速度的一半，即 N equals 60 F, 2 equals 30 X, 50 equals 1500 revolution per minute。 故当磁极对数增加一倍，则旋转磁场的转速减少一半。三，当三相异步电动机定子绕组为 P 对磁极时，同上分析可得旋转磁场的转速为 60 F, D 是周 ,F 为交流电的频率赫兹， P 为电动机的磁极对数， N 为旋转磁场的转速 ,R mean 又称同步转速